会议。有鉴于去年 COVID-19 疫情，高雄那麻下水蜜桃行销模式大改变，桃农暂停到各大市集、医院等促销活动，只能透过网络以及电话预订接单。为因应市场变化，18号区公所邀集桃农以及宅配公司举办那麻下水蜜桃合作行销会议。还有乡公所要帮我们行销打广告，这样就更好，像去年一样就不错了。怎么说？因为去年有帮我们打广告跟行销，看看往后怎么去这个怎么配合，怎么去注销。那毕竟这个东西还是本身桃农自己也要有一个门路，就是说自己打通自己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平台。那麻下区公所表示，由于近期降雨少，水蜜桃授粉率提高，产量预估会成长到去年的一倍，担心盛产影响价格，因此讨论今年是否增加品管人员，确保品质不受影响。我们现在有多粒装一直到六粒装，我们依照它的一个大小，还要依照它的外观的一些品质来去做一个价钱的分类。那品管一直是我们在跟消费之间建立一个产品永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麻下区公所强调，会议上除了讨论今年水蜜桃定价以及销售通路，也希望让桃农自主联合行销组织，公部门担任辅助角色，把主导权还给农民。原新闻部高雄那麻下采访。